该县政府为着每年年度职业公务人员，已经进行112年度模范公务人员和职业公务人员颁奖，由该县长王章良表扬得奖的15位人员。在 COVID 期间，每天8点，带领着我们卫生局开会、检讨、跨局处的协调。我们卫生局是一个战斗的团队，我们也都是业归人，也祈勉我们自己是夜空中熠熠的星光，照亮前行。态度决定高度，细节决定成败，这是翁县长在主持重大会议时屡次对我们的训勉。我们也谨记恪尽职责，兢兢业业把事情做好。王章良讲，管护的咱亲像一台火车头，公务人员扮演正重要角色，无论是各项建设、社会福利运作、医疗保健推广等等，拢需要公务人员去发向执行。今天可以获得到我们 GU 的公务人员或模范公务人员，基本上是一个标杆，也是一个态度。那今天可以被受奖的人，那基本上他们在单位的服务态度跟工作态度，绝对得到高度的。赞许，包括高度的这个推崇，才有可能得到这个奖。那所以我们希望以他们为标杆，那所有的公务系统应该在工作上，包括在态度上，能够好好的为我们的乡亲好好来做事。王章良强调，要得到这个奖是真不简单，袂少人牺牲含厝内面的人斗阵的时间，并且伫工作内面表现拢真好，才会当得到这份荣誉。希望更侪人会当向得奖者来学习，未来咪当上台接受表扬。记者黄佩佳观潮报道。